今天我们还会带来一个更重磅的 Harmony OS 全新的鸿蒙操作系统。这是一个能支持多设备多硬件的操作系统，搭载在我们的智慧屏上，搭载我们的手表上，我们的平板上，马上手机上，还有我们的车机上。那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还能搭载到我们的 IoT 设备上，广泛的 IoT 设备上，哪怕一个摄像头，哪怕一个家用电器啊，哪怕一个插座，哪怕一个台灯等等。万物智能时代，我们的鸿蒙 OS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最广泛支持的一个操作系统。